您待会呢，直接在这个网址上面打这样子哈，1234@know.net。好，那您进来之后呢，您有几个方式可以进来。第一个最简单的，您直接用访客就好了，不用太啰嗦，直接就可以取得访客代码。第二种方法，如果您觉得我想要试看看比较多功能一点的，你可以用这个比较正常的，就标准的注册方式。您用这个社群的账号也可以，用信箱也可以，你就按这边注册。好，那这样子呢也可以取得。好，但是呢，如果您是用这个 email 注册的话，它会寄一封认证信给你，所以你要去收信一下。啊，如果你觉得我就来看看就好，没关系，直接用访客滑过来之后按一下，就可以取得这个访客代码。下次你就用相同的代码就可以进来。那您进入这个 OneNote 的平台之后呢，您首先第一个进来的会是在这个发现里面，好，发现里面，那只要是发现这个部分的，都是属于什么？都是属于就是免费的，也就开放的。所以您在这边看到的课程，还有群组单元都是开放的。好，那预设呢是在课程里面，那我们的资料呢是放在群组，群组比较类似班级的概念，所以可以有比较多的互动哈。那您按一下这个之后呢，我的都摆在第一位，因为我都最后一刻才开放，所以都在这边，有没有？好，在这边，所以您找到之后按下去，在右上角就有一个加入，这样您就可以进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资料。那我现在开放之后，就是后面我就一直开放下去了，所以呢，您可以回去之后，如果您需要我们一些简报的相关的资料软体，都可以在上面用。今天介绍的要钱的我不会给你，因为都介绍不用钱的。好，今天其实用免费的，我们就可以做了很多效果不错的。那我们今天的简报已经放在这边了，所以就没有特别在大费周章印很多张。我想说这样比较环保一点哈。那您往下这里有两个版本，一个是已经做成简报的版本，一个就是我规划的时候的版本，好，我们课程进度的版本。那另外往下走，软体的部分您可以从这边一起打包，也可以从我们右手边这边，在这里有一个档案，有没有？你也可以从这边个别下载，都 OK 哈，都 OK。那么您可以回到这边来哈。如果说你想要再看看其他的，因为你这样不小心就知道我的名字了，对不对？不小心就看到了。那我还有很多公开的都放在这边，都放在这边，所以如果您觉得有兴趣的，你也可以加入。待会我再做一下有关于我的这个自我介绍，这样 OK 吗？可以哈。所以您待会可以用访客，也可以用标准的，记得进去的时候从群组这边发现里面群组第一个就是了。来，